10月30号，微博上爆出了一段朱正廷、吴宣仪上综艺的视频。在视频中，吴宣仪正在瑜伽球上练嫦娥奔月动作，一旁的朱正廷则十分贴心地帮宣仪捏住了衣服后领，防止走光。嫦娥奔月！看到朱正廷的这个举动，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“非常有绅士风度的正正哦，这个真的不错，小细节见人品。”芒果新闻，正正真的是暖心又体贴啊！报道。